调个东西。等着多啊。豆腐花。这是饮料，莫扎。啊，都是好像日式的，日式美食这样。还有乌龙。这个是 C。我看很多人吃这个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呢？哦，米乌拉才的，这个上面有伊利山。对。我应该讲是咖喱冬。咖喱冬。他有的选的嘛？这个 M01 02咖喱冬，就是 Omurai。Original curry sauce， 他给你选什么 sauce 啊 ？Choice of meat， crunchy chicken， 哦，有鸡有猪啊。我吃这个，我看到很多人吃这个、啊。叫一个。Aloe vera ginseng， 谢谢。我要这个 Aloe vera ginseng pork。一个，然后再给我这个 chicken drumstick with corn on the cheese，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 omelette 是酱的哈、啊？哦，要卡里冬哎，卡里冬有什么？什么东西？哦，溏心蛋，水煮蛋啊。再给我一个卡里冬一个，那是什么 ？spicy cream。Curry sauce， 有三种 sauce 啊，还是三选一？哦，三选一。那给我这个 original curry sauce 和这个 crunchy chicken 一个，然后再给我一个 omelette， 然后给我这个 spicy creamy curry sauce， 然后再这个 crunchy chicken。Curry 的鸡蛋它是半生熟的 ，OK 吗？啊 ，OK 可以。嗯。啊，就这样。
可以 repeat 一下 aloe vera 一个 aloe vera drumstick， 然后一个 drumstick corn pizza 咯。Okay. Caridol 的话有两份，一个是 Caridol original curry spicy chicken， 另一个是 Omurice spicy curry with spicy chicken。OK。总共是86块吧。OK。可以啊，加热水。好了，不要紧张。好了，不要紧张。讲了。哦。Tea or more rice？ OK， 这个。Thank you。蛋包饭酱，好吃。咖喱冻 ，Thank you。谁要吃？我男朋友。咖喱饭看的好料。下面是饭，脆皮鸡。溏心蛋，它的这个鸡肉看起来好像脆脆这样，好像脆皮。溏心咖喱鸡块，倒茶喝。倒。芦荟人参。对，芦荟人参，这个喝完可以留住了，是吧？可以加水了。不用了 ，Thank you。是蛮，它的东西蛮大只，像啊鸡腿。茶，那是阿罗维拉精神啊！那日本米啊！好吃吗，咖喱？好料。好吃，它这个咖喱很浓郁，简直会辣吗？不会辣，不会辣。应该日本是咖喱应该会甜的，它是带一点甜哦。看那鸡，它鸡应该很脆啊，是 crunchy crunchy， 脆脆，爆爆脆的鸡。哇，很香脆。是蛋包饭呢，还要加一个海苔。嗯，蛋包好了。不错。哇，咖喱是比较偏辣。偏辣，可是我咖喱这里比较少，难怪他给我这个，有一个，那咖喱在这里，他的肉其实有点被爱上。好吃啊，炸鸡。
香吗？很香，因为它加了番茄，完全一点油都没有。它不是外皮都是那个炸鸡粉的，里面还是厚厚的肉。可以加 sauce 的，如果咖喱 sauce 不够还可以加，而且很加到满满的 sauce 上，还是这里，所以这里可以加 sauce， service 很好。里面还有你看，加 sauce， 里面还有番薯、马铃薯这些给你，这个 sauce。